踏少女人 ，vivo 在今年九月初的时候呢，发表了最新的 X70 系列手机。那在圆面前的呢，就是最新的 vivo X70 Pro。它这次主打的特色呢，一样是着重在强大的摄影部分，包括微晕台 3.0、蔡司人像镜头包，还有多种的录影模式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我觉得它的规格也给的还蛮不错的，像是有120Hz 的屏幕更新率啊，44瓦的快充等等。那它的售价呢是新台币25,990元。马上带大家认识它。OK， 那我们就先从重头戏镜头还有拍摄表现开始讲起吧。vivo X70 Pro 配备4颗主镜头，镜头的部分呢，这次依旧有和蔡司进行深度合作，而且这次呢是所有的镜头都有达到蔡司梯形镀膜的认证标准哦。蔡司梯形镀膜啊，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镀膜技术之一。它最早呢，其实是用在军事领域，像是瞄准镜啊、望远镜等等之类的器材上面。它最主要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减少镜片上面的反光。那把这项技术搬到了手机上之后呢，就是说未来让你在拍摄环境，可能它的那个光源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呢，它就可以做到就是抑制杂光啊，或者避免鬼影等等的情况发生。至于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呢？我们等等看实拍照就知道啦。再来呢，这是在镜头的部分，还有一项升级，就是它采用了独家定制的 IMX766V 的感光元件。相较于 IMX766 呢，它整体的进光量可以提升 4.6%， 综合感光性能呢，相比上一代更是大幅提升了 56.25%。 所以呢，当你在比较低光源的环境下拍摄的话呢，就可以拍出更亮更稳，然后更没有杂点的照片。那这一阵子体验下来呢，我真的觉得它的拍摄表现非常的厉害。不啰嗦，我们马上来看实拍照吧。有发楼电踏少女 IG 的踏友还记得这张烟火照吗？当时呢，我有发到现实动态上面，请大家给分。最后呢，共有532位踏友参与投票，平均分数很不错耶。稍纵即逝的烟火，用 X70 Pro 就可以精准如实的记录下来，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而且你们知道那天看烟火四周有多暗吗？但是呢，用 vivo X70 Pro 的极夜模式拍出来，哇，根本是两个世界吧。再来换个场景，我们到热闹喧嚣、灯火通明的信义区。这张照片我个人觉得非常惊艳，在光源比较多、比较复杂的环境下呢，天空依然保有纯净度，而且车子啊，还有左侧的涂鸦墙面以及右侧的绿叶墙面呢，它的色彩还原表现都十分的优秀。下一张101整体建筑物的明暗对比呢，也很清晰，针对灯泡串啊、耀光的控制程度，我觉得也还不错。那即使是直接对着路灯拍呢，也没有发生大眩光的情形。当时刚好还下着毛毛细雨，也很清楚的被拍摄下来的呢。五颜六色的光打在行道树上，在 X70 Pro 厉害的夜拍下呢，颜色细节的保留也完全不用担心。这边呢，就也再附上几张夜间的实拍照，还有不同镜头的夜拍表现，给踏友们细细品尝喽。X70 Pro 上呢，拍摄还有另外一个亮点，就是它内建了蔡司人像镜头包，共有4种不同的蔡司人像特效可以使用哦。除了原本的 Biota 炫焦散景之外呢，还新增了 Distagon 风格散景、Sonner 奶油散景跟 Planner 经典散景。我是觉得晚上或是光线对比比较复杂的环境下呢，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显著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多玩玩看。当然白天也是可以拍人像的哦，那我觉得拍出来的效果也是很自然好看的，而且背景细节呢也不会因此马虎。这张是我的人像照第一名。白天拍摄的部分呢， X70 Pro 的表现真的完全不担心，绝对是资优生的水准，对比高，颜色饱满，细节又锐利，真的是拍完就可以让你直接发社群的那种美照。而且不管是在手机上看或是你丢到电脑看，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哦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我觉得也比许多同价位的手机优秀，跟主镜头的颜色差异呢不会太大，四周也不太会变形。然后我特别想要把逆光的情境拉出来单独讲，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用 X70 Pro 拍出来的逆光照片了。这张呢是在傍晚时分准备日落的时候拍的，穿透出来的夕阳余韵呢，让整张照片富有故事感，左上到右下的颜色变化呢也很耐人寻味。下一张加入乱入的我，可以看到呢，即使背光，人脸也依旧清晰，身后的天空渐层变化呢，也都有完好的呈现，就连自拍也一样哦。那这一张呢，是我站在天桥捕捉的信义区街景，车水马龙的车子，竖立的高楼大厦，满满的品牌广告，在逆光夕阳下呢，谁都没有被吃掉，这也是我这段时间拍摄最喜欢的前三名照片。最后啊，这段时间我也很喜欢用 X70 Pro 内建的运动抓拍模式，开启之后呢，你可以连续拍摄20张照片。你要捕捉小朋友啊，或是毛小孩的一举一动，或是出去玩的时候想要拍摄动态的瞬间，就可以使用。
结果不小心拍照的部分就是情不自禁讲了一大串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喜欢，就是这次用 X70 Pro 拍出来的照片，每一张都很想跟大家分享。好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到录影拍摄上面。这次 vivo X70 Pro 呢升级到了微云台 3.0，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微云台的概念就像是手机内建了稳定器一样，可以提供更稳的录影表现。从这段我跟莫娜你追我跑的画面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出来，真的很稳，对吧？而且这段呢我是完全手持的哦，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非常厉害。OK， 我们现在给机准备好，就是要实际来比较一下有微云台跟没有微云台的手机，他们在录影的表现上的稳定度到底差异是如何，跟着我一起走吧， Go。好的，我现在呢就是走这种缓缓的走路的方式，我要跑喽。然后这次 X70 Pro 呢也加入了极夜录影，而且呢在非常暗的环境下，它还有提供即时夜景预览，使用者呢就不用担心说你还要摸黑啊盲拍。这边也实际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极夜录影的效果。这天是我们跑去渔人码头附近准备看国庆烟火，周围真的是黑到不行，我觉得是一个蛮极致的考验，所以有噪点呢还是难免的啦，但是可以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还可以录出这样的画面呢，我个人觉得已经算可圈可点了。最后 vivo X70 Pro 也有内建电影模式，前后镜头都可以拍，那这边呢就实际播放一段我自己随手拍剪的影片给大家看看效果。它也有内建 AI 剪辑，你按下去之后啊，系统它就会自动帮你后置，包括特效啊、滤镜、背景音乐都可以一键搞定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对于没有剪辑概念的用户呢，会是一项很贴心的功能。接着来看外观，我们手上的 vivo X70 Pro 呢是泥沙蓝色，实际真的超美，很像天空中呢有霓虹晨星变化的感觉。我前一阵子啊有一次不经意拿着它就拍了一张 IG 限动的照片，结果呢有超多人都有注意到它，你就知道有多吸睛了。然后它这个机身实际的触感呢是摸得到颗粒感的，非常的特别，然后很明显很像女生那种眼影啊或是一些化妆品粉体的感觉。那你可以发现就是我不管现在怎么样摸都不会沾附指纹，这点也非常加分。那除了我们手上的泥沙蓝色之外呢，它还有另外一款星芒黑色，重量183公克，厚度 7.9mm， 以 6.56 寸的大萤幕呢跟支援 5G 来说，我觉得算是控制的蛮刚好的身材。机身孔位的部分呢，按键全部都集中在右侧，底部呢是 SIM 卡槽、 USB Type C 接口跟单喇叭设计，如果可以有双喇叭就更好啦。那转到正面呢是 6.56 寸 Full HD Plus 曲面萤幕，支援 HDR10 Plus 跟通过 SGS 护眼认证。我一直都觉得呢 vivo 的手机萤幕看起来很漂亮，是那种颜色饱满但是又不会让你感觉到视觉疲劳的那种。另外呢 X70 Pro 它还有支援 120Hz 的萤幕更新率，我自己呢是有在设定当中选择智慧切换模式啦，这样系统呢就可以依照你在使用的情境去自动切换不同的更新率，同时呢也可以提升续航力。那萤幕下的指纹辨识当然也是有的咯，解锁速度很快，而且轻碰就可以感应得到啦。重点规格的部分， vivo X70 Pro 呢采用联发科天玑1200的处理器，那这个处理器呢是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才推出的，它是采用台积电6纳米制程，也算是它的定位呢是在中高阶的晶片，所以用起来呢真的是不用太过担心。 12GB 记忆体加 256GB 储存空间，然后呢在记忆体的部分啊，他们是有做记忆体整合加 4G 的技术，这个技术呢就是说当你有比较复杂多功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把储存空间挪移 4GB 来给记忆体做使用。我印象中啊vivo 应该是数一数二个吧，就是记忆体整合技术加到手机上面的手机品牌。那我之前呢也有跟大家说过，这应该也是会从下半年开始是一个手机趋势。那除此之外呢 X70 Pro 它还有支援像是 WiFi 6啊、蓝牙 5.2 等等最新的技术。电池容量呢是4450毫安时，随和还有附上这个44瓦的快充配备，实测啊充电半小时就可以从0%充到55%，那最后呢充到100%也只要花费1小时又7分钟。电量的部分在亮度50、音量40、连接 WiFi 播放 Netflix 的影片情况下呢，1小时掉电5%，2小时掉电10%，3小时呢掉电15%。玩激斗峡谷，第一场16分钟掉电4%，第二场20分钟掉电5%，第三场10分钟掉电3%。这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喽。
vivo X 70 Pro 呢，一样是把主力放在整个拍摄表现上面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次整体的拍摄体验呢是有大幅提升的，而且对于一般的使用者呢也非常友善，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设定，马上随手拿起来就可以拍出一张很漂亮的照片。另外呢，在微云台300的加持之下呢，不论你是想要做动态录影啊，或是在低光源拍摄等等的，都可以更轻松的获得就是稳定清晰的照片。相信呢，对于喜爱用就是影像来记录生活的人呢，会是一大福音啦。好的，那不知道我们看完这次我用 X70 Pro 拍摄的照片啊，或是影片等等这些作品集，你对哪一个素材是最有印象的呢？欢迎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喽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记得用电踏少女的 IG 哦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